立正走。有什么跟他广播？列车即将进站，列车即将进站。请游客不要踏上月台的阶梯哦，不要踏上阶梯，不要踏上月台。好，现在还有进站的火车开车时间是上午10:30的，开车时间10:30，有要搭车的请留意开车时间。好的，要搭车旅客注意哦，现在还是要防疫期间，为了自身以及他人的健康。好，上车前请量测体温，按上口罩。方向的右方向盘，列车请留意刹车，下车时请留意。